环保爱地球的观念最近是很盛行，就连中油也加入了行列，在全台湾10个地方举办联合净滩的活动。戴上手套，弯下腰，夹起垃圾，为了响应环保概念，中油员工总动员，携家带眷一起来身体力行。除了中油员工之外，还有环保志工和民众一起来净滩。不到一下时间，海滩上就干净溜溜。不要乱丢垃圾，把我们台湾干净的土地还给我们的人民，也把干净的沙滩还给海洋。这一次的净滩活动，连中油董事长林胜忠也出席响应。不止安平的关系平台，还有9个地方一起同步净滩。果然团结力量大，透过这样的环保活动，才能真正落实爱护地球。我们已经成为一个例行性的活动，所以每年至少2次，我们会串联所有北中南东各地的伙伴一起来推动。经过一上午的净滩活动，也让整个沙滩看起来干净许多。中油董事长林胜忠也呼吁大家，爱护地球得身体力行，也希望大家来这里能留下欢乐，带走垃圾。